到能游泳，跑得跟飞的一样哎，嘿嘿嘿嘿嘿嘿。我刚好旁边有人，人家家道漂亮哦。那每颗星人真辛苦哎，加油，那每颗星人。这是什么？肮脏，越来越厚的汗垢。哇！洗澡澡，游泳泳，哇！那每颗星人都是游泳健将，哇！我游到灭顶啦！哇，这画面看起来超恐怖的啦！妈的，农历七月的这样超恐怖的，远远的看。哦，有人一起来游泳了，去跟人家搭讪。飞剑，走，我们去飞剑。好像好客哦 ，Hello，美女，我操，不是美女啊，妖婆，好了，游完泳了，舒服多了，快乐似神仙。哦，有一个小女生，马德，小女生，没兴趣，我要回家洗澡澡，澡澡。哇，好忙碌哦，真是充实的日子哎！为什么要走回路上？他妈要走半天呢？有这么辛苦？哇，一路狂奔，我要冲回家洗澡澡。晚上7点，在路上看那个绿色浩克。冲啊！哇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刚看那个神奇的东西冲过去，吓死人了！一路狂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肚子饿，先吃晚餐，吃素热狗，晚一点再洗澡，先吃素热狗。耶，素热狗。然后我现在心情又变好了。我好饿，先把热狗上撒点盐，撒点七味粉，然后摸一下空气，拿刀子呢挖旁边的这个屎黄色的酱，涂在那个砧板上面，多涂一点。好，涂完之后呢，再拿去微波炉里面烤。哔哔哔哔。哎，烤得不错。耶，烤好的。可以吃了。拿去放在洗手台，耶，洗一洗。
晚上8:46就想睡，先洗澡澡。啊啊！我发出了女人的声音，应该是隔壁的吧？啊！马上就来看看他们在干嘛。这对狗男女，哇，超级车车，哇，看不到。啊，哇，洗澡澡，大家最爱看的洗澡澡，洗的不错，快速搓洗。超级干净耶、yeah, 然后去洗洗盘子，不知道盘子在哪里，哦，就是这个盘子，要把它拿去洗一洗。我最爱干净了，恶心臭酸的食物，我会把它洗干净就不会臭酸了。耶、yeah, 然后去睡觉。阿斯又过了充实的一天，又要睡到6点，睡到自然醒。超级干净，就这样没了。洗的不错。起床，起床！难眠之夜。哇，这个烂床一直害我睡不饱，看来该换一张床了。肥仔也需要好一点的床。一大早的就吃早餐吧，吃松饼，去吃松饼，来把我的床卖掉，把熊熊放边边，买个好一点的床。事故单人床，睡在上面就会很有事故，耶，闹事故的。快吃早餐。哔啵。欸，来了啦！早餐都还没吃，干搞个早餐搞一个小时。房间还有蚊子。哈喽，你的共乘车开始不爽你喽。你好了没啊？呀呀，爸爸，干，来不及啦，来不及啦，你的共乘车越来越毒烂了。哎，你烤好也不吃就跑啦。哦，算了，烤好就放着吧。耶、yeah ！巴结老板，哦，我现在才发现我工作地点离我家超远的，我都要选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。啊，快工作！工作，
下，突然间音乐变了。饥饿。送报童，原来我是个送报童。技能，烹饪，协作。随身清单，报纸，报纸，报纸。身上带着一堆奇怪的报纸。机会，终身幸福，新陈代谢，哦、好炫哦！你可以买这种东西哦。传奇主持人，需求，饥饿，我超饿饿，喂我。这是什么？东西被拿走，哇！重收回，我把东西拿去卖而已，他就不开心。妈的！耶！为了马看包，记者如何过马路？也接受这个工作机会。下班，哇！我赚了好多钱哦。我也不知道我从来赚了多少钱。回家，一波，快！哎，我家有屋顶了哎，这样什么时候有屋顶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怎么不知道我家有屋顶？马上来写小说，继续写你老妈有够胖。哎、欸，先吃点东西好了啦。吃完东西再去写你老妈有够胖。我在我的沙发上面吃。嗯，好吃。怎么这么吃吃？松松饼。嗯，吃完了拿去洗。没什么精力，卫生。好、啊，马上去写你老妈有够胖。宝石，耶、yeah, ！继续写你老妈有够胖，也快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房间没有灯啦？干，我的灯呢？我的灯呢？谁把我的灯拿走了？我要放个黑暗区主灯。哇，好亮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东西被拿走，这么不爽。也快点！接电话，接电话。嗯，录取。喂 ，Hello， 昂然好。马上来，马上来聊聊天。Kushnibor to City Puchin. Oh, there's a vod. Zodi ala gazito, shound up derma. 换个工作好了啦，我觉得现在工作离我家好远。Oh, Kroon, Kroon of Evil. Oh, Kroon, Kroon of Evil. Gazid.
Blonda. Blonda Garn. Super 聊多久啊? Akalaneber. Akalaneber. 回去回收换工作。 那美克新人不做啦。 那麦克斯也想要做点别的，人体实验样本，烹饪，哇，有烹饪哎，专业到咖啡，雇佣，哇，好近哦，商务，哦呀，商务不就是跟我现在那间同一个办公大楼吗？超靠北的，我烹饪都做好晚哦。 做到晚上，这样可是这样子我就可以吃早餐了。好，我要做这个。耶，我把新闻页辞了，我要当厨佣。<笑>嗯。 啊！这是谁？我妈有够胖。哇，我又想睡了。哎，好麻烦哦，去洗澡澡好了。哇，洗澡澡。 耶，吃晚餐，吃起司通心粉。来看一下起司通心粉是怎么做的。首先呢，把三片 cheese 放在桌子上面，然后只切中间那一块 cheese， 跟倒一大堆的这个辛香料，它就会变成一碗东西。再倒一堆奇怪的。 牛奶之后呢，把所有东西放到碗里面，弄得很像厨余，跟很多面包虫还有蛆蛆，嗯，搅在一起吃几口看看，那味道是不是真的像蛆蛆？如果是的话呢，就把它倒掉。哎，不是的话呢，就全部倒到一个大锅子里面，然后放到这个炉子上面烤，哎，烤得不错。然后用直接手挖起来闻闻看。 哇，闻起来如果像蛆蛆呢，就也拿去倒掉。嗯嗯嗯，吃起来也像蛆蛆。嗯嗯，哇，我的桌子好脏哦。然后就把它全部倒出来，哎，就做好啦，清洁，清清。 花王魔术林，新鲜羊羊行。哦，真是干净。啊，睡觉觉，马上就去睡觉觉。哦，睡得真爽。 睡到早上7点，哇，好爽哦！可以睡到早上7点嘞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就累了。跑步，吃花，素食，这是什么？睡得真爽。
啊，睡太久了，起床起床，操！起床！猪啊！好啦，吃完饭之后呢，就跑去吃起司通心粉。耶、yeah ！是不是前一天就准备好，一大早起来就有得吃，开心。嗯，看起来像蛆跟面包虫，真好吃。嗯、哇，吃的真开心呢！拿去洗洗。哇，洗好了，马上来打电脑。是不是？哇，真好玩呢！极速快感。喂，接电话。Hello， 当然好。Lurk a runky。Rocco Runky， a Feepsy， Yibilla， Zarda Jaka Blot， Shaka Jaka Brack， Tizaka， Tizaka Logzo， Tizaka Logzo， Kaluni， Tofa， Janarga Arforcus。Blurdo. Blurdo Chocoblart. Blurdo Chocoblart. Lunisia. 看他聊多久。聊超久的。与某人成为朋友。哇，该找人成为朋友了。继续写小说。这是什么？新朋友和某位不认识的人见面，继而称彼此为朋友是件很妙的事。继续打电动，你什么时候才要他妈打字啊？咚！接下来的两天内，所有东西都可以享有40%的折扣，请尽情享受打折的快感。哇！我要去永仙愉悦超市买东西。上去永仙愉悦超市买东西。永仙超市在哪里？靠北。去买东西啦！声那小啦。爽！冲啊！去永仙娱乐，永仙超市。Taxi， 哦，有报纸哎。Taxi， 到了，耶、yeah ，买东西。哇，好多东西可以买哦。我要买花生酱与水母果酱。买哇龙虾哎 ，cheese 和肉，我们是不吃 cheese 哇。沐浴国珍贵的鸭子，地狱生日蛋糕是三小，我最喜欢吃莴苣了。还有洋葱，我最喜欢吃洋葱。西瓜，耶、yeah ，买好多、哦，好开心哦。来准备去上班了。啊，上班地方在哪？阿菊，单亲妈妈，啊是拜访单亲妈妈家。
宝宝，我们去找单亲妈妈。也到了。你好啊，单亲妈妈。叮咚。只好跟康诺聊天了。Oh, Ozan, Ernie, Uzanobi, Nobi Stephen, Nobi, Snurgy, Zuggy. 哼哼，要回家了，单亲妈妈不在家，难过。哇，干！车子穿过我的车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捡个报纸吧。快点！看完了没？看完了。现在要干嘛？洗个澡澡好啦。我是静香，还可以洗自己的浴缸欸。霸王魔术林，哇，清洁溜溜，共乘车一个小时之后到，马上来吃午餐，来做花生酱与水母酱。花生酱与水母酱的做法呢，就是我也不知道。不做花园啊，不做派对啊，我超孤僻，我也不写作啊，气死我了。吃。哦，这边都没有听。好吃。耶，刚好吃饱就有，就可以去上班，开心。又要准备，快点去上班。练习烹饪。喵。我做到九点欸，好晚哦。哇，好像有点太累了。吃吃吃。耶，下班。今天赚了不知道多少钱。来准备。